下边的是东北电力，哎呦，要全废，完包括。回楼，回楼，回楼，回门那边。前面有，前面有，前面有，前面那边楼都倒了。看着杨记他们家大成啥样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太吓人了。老多人受伤了，在。那房车啥漏了？打完车都拆不拆？拆无人道，看完这家房的，全部打修吧。俺这家拆不拆？